最好的就是都让两边的家长都同意吧。如果两家都不同意，就会有什么吗？那你做好心理准备了没有啊？他们不让我进门呢。那你进门也想办法。因为我一个人孤单奋斗啊。哇塞，真的会掉下去，不敢开玩笑。家里面就等于说就还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所以说我爸妈是希望我能留在家里面生活，我是希望赵鹏能到我家。你这两年都没回来，你有几个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回来？回家太笨了，知道不？不是我不想回来。你说的那话都已经在网上给你当人了嘛？你最好等我们这来说最好哦，行吧？为什么这么坚持这个？就是因为我爱他呗。怎么样啊，这个印的？你不是看包了吗？这不是包，你掏钱我买一个吧。跟他在一起还能感觉到有安全感。你说去领证，我怎么说了？我有俩证。随时。哎，对，随时。随时。随时啊。随时，很多随时啊。从上一年已经随时到现在啦。那来，喝酒，哥碰个。他很多好东西，但是太落后了。俺俩家里头10000多块钱都搁那一车盒，他到底有多大呀？报名。